大家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再次参加圣经预言系列讲座。此次讲座的主题是与龙征战的女人的一生。本次讲座一共八讲，今天是第四讲。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两只兽的阴谋，我们将围绕启示录十三章对圣经预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启示录十三章出现两只兽，这两只兽到底是何等势力，它将有何等作为？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圣徒十分重要，因为这两只兽的作为和我们圣徒息息相关。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圣经这部历史长卷的主角，善恶之等三个善恶之生的三个主角都有谁，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主角就是女人，在旧约指的是以色列，在新约指的是教会。第二个主角就是与女人作对的反面角色蛇，又称撒旦，然后是最重要的角色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三个角色贯穿整部圣经，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上演善恶之争，这就是圣经内容的主线。在进入本讲座之前呢，让我们先总结一下女人和龙之间的征战是如何展开的，先把这个整个过程回顾一下。这里有蛇、龙，这里有女人。我们对女人已经做过反复的讲解，在旧约这女人指的是以色列，在新约这女人指的是教会。那么蛇对旧约的女人即以色列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想要对她斩草除根。展开首轮攻击的是埃及，接着是亚述，然后是巴比伦，还有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在这群蛇的后裔的攻击下，以色列被拖垮了。在罗马帝国时代，女人的后裔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诞生，并在这世上建立了秉承耶稣真道的教会，并为人类立下了主必再来的新约。蛇的后裔对新约的女人及教会展开了残酷的逼迫。在教会成立初期，教会受到了罗马帝国的逼迫，但后来教会受到了罗马教会的逼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主教会。在蛇的后裔的巧妙攻击下，女人开始变心，丧失了起初的纯洁，开始与世俗妥协。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但以理书七章出现的几只兽。第一只兽是狮子，预表的是巴比伦；第二只兽是熊，预表的是马代和波斯帝国；第三只兽是豹，预表着希腊；第四只兽是头上长着十角的怪兽，预表的是罗马帝国。在这十角当中又长出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小角。这小角长出来的时间坐标是在罗马帝国衰亡分裂之后，它的空间坐标是在十个角，十个小角也就是在欧洲列国之中出现的。从空间坐标上来看，这小角预表的势力就是罗马教会，也就是教皇势力。在这一点上，上一讲我们围绕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内容已经搞清楚了。我们下这样的结论可不是主观的臆断，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上很多学者曾致力于研究这小角势力的工作，如大家熟悉的宗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美朗顿、卡尔文、赤峰格利、威廉、提姆德尔、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约翰、威斯利、宾格尔等。这些伟大的神学家、思想家都对但以理书七章出现的这小角进行过非常有深度的研究，并且断言这小角势力就是教皇势力。这种解释不是凭空得出来的结论，这种解释是有其历史渊源和历史根据、历史佐证的。所以在学习圣经预言的时候，很多天主教信徒学到这儿就会皱眉头了，他们感到不舒服了。我在这里声明一点，我本人以及我的教会对天主教没有任何的成见，也不抱任何的偏见。天主教会里面也有一定的虔诚现实的信徒，天主教的神父当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他们的心中已经做好了接受真理的准备，上帝会适时的引领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理，追随真理。但是天主教会这一组织、这一机构所追寻的目标与价值与圣经教导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圣经预言已经预言了这一事实，所以我们无法避而不谈。我们不能顾及人面，或者为了不得罪教会而曲解圣经预言，或者对圣经预言避而不谈。我们要持以圣经解经的原则，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用一个冷静的头脑来研究圣经预言。所以大家用一个平常心来对待这个圣经预言就好了。今天我们要围绕启示录十三章接着讲罗马教会。如果你本人是天主教会的话，可以用个平常心来听这个小小的事例呢，要受一个致命伤。但以理书七章告诉我们，是吧？但是他会死灰复燃，重新得力量。对这一点，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十二节早有预言。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启示录十三章，对此是这样预言的：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所以这个地上的人都感到稀奇。那么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呢，大伤元气的教皇势力会卷土重来，重新得势，成为这台善恶之争的反面主角。天主教会的触角无处不及，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已被天主教会掌控着。起诉了十三章开卷就出现两只兽，这第一只兽呢是从海上上来的，头上长着十个角，形状如豹，其脚像熊，其口像狮子。这第一只兽有点四不像，是一只由几种兽组合而成的怪兽。接着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又有一兽从地上上来，有两脚，第一个是从海上上来，第二个兽是从地上上来，是吧？有两脚如同羔羊，这样一个温顺单纯的羔羊头上长着两个角。这两只兽，一个从海上上来，一个从地上上来，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两者都与龙有关系，是吧？它们长相虽然截然不同，第一只兽从龙那里获得了能力、座位和大权柄，而第二只兽则说话像龙，都与龙有关系，是吧？这两只兽呢都与龙有关系，分明是撒旦的势力。龙是谁的象征呢？就是撒旦的势力。圣经里这些兽所预表的就是国家或者某些势力。大家可能非常想知道这两只兽到底预表怎样的势力，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座呢就围绕这两只兽进行，让我们通过圣经来一同认识这两只兽的真实面目。首先在第一只兽就是上面提到的，头上长着十个角，形状像豹，其脚像熊，其口像狮子的怪兽。这些大兽大家好像在哪里似曾见过，是吧？这四不像的组合怪兽好像是但以理书里的四兽的特点的组合。那么狮子在但以理书七章里预表哪个国家？是巴比伦。熊呢预表的是马代和波斯。豹子呢预表的是希腊。头上长着十角的怪兽就是预表着罗马帝国，是吧？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启示录十三章里出现的第一只兽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里出现的几只兽的合成。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以这种形式出现呢？是吧？为什么会这种形状呢？这小脚也就是教皇势力的权柄呢，是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和列国时代后出现的，在他们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势力。也就是说这小脚势力是秉承了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国家的文化，小脚拥有的权柄和这些国家曾经拥有过的权势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这最后登场的小脚势力其实可不小，他所施展的影响远远大过他以前出现的国家。也就是说这小脚的势力是这些国家的权柄和势力的集大成。所以启示录十三章出现的这只兽体现了曾经攻击过女子的这世上所有国家的特点，是一个政教联合的势力。用这一表象来形容教皇势力实在再贴切不过了。所以这小脚势力呢从巴比伦秉承了
崇偶拜偶像的传统，从波斯秉承了敬拜太阳神的异教风俗，从希腊却秉承了异教哲学的思想，从罗马帝国秉承了无坚不摧的政治手腕。这小角就是这些蛇的后裔的集大成。但以理七章说的这小角势力要比同类强。那么这两章的指的都是统一的同一个实力，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很多证据证明这两者指的是同一事物。首先，但以理七章的小角尽管受了重伤且元气大伤，但这小角却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却有大权柄。但以理书七章说这小角有说大话的口，并且说至高并对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起诉的十三章也描述这些势力有开口说相对说亵渎的话。但以理书和起诉录两卷记录年代相隔两千年以上，但对小角势力的记录却惊人的一致。但以理书七章描述这小角要与圣徒交战的，起诉录十三章说他与圣徒交战且胜了，这些相同之处比比皆是。但以理书七章说这小角势力要与至高者作对，起诉录十三章也说他要亵渎上帝的名。但以理书七章说这小角势力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一载二载半载，算起来是三载半，正好是四十二个月。启示录三章说他要用夸大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又要权柄给他可任意行四十二个月。但以理书七章所指的小角势力特点和启示录十三章出现的四不像的组合怪兽特点是一致的，这一点再明确不过了。这两卷书指的都是罗马教会教皇势力，所以但以理书七章和启示录十三章是珠联璧合的。在研究圣经预言时，这两个章节要做平行对比的研究。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走马观花的简单的叙述这两个者的关系。但以理书七章和十三章在内容上重复的地方我们也要略而不谈，但大家思想要快点跟上来。起诉了三章三节说这小角似乎受了伤，可能伤却医好了，教皇势力是如何死灰复燃的呢？天主教报纸2007年6月3日刊载了这样一则新闻：1798年罗马被占领，教皇的领地也被割让了出去，皮奥六世被掳到巴黎，死在狱中。这在教皇的领地指的是梵蒂冈，梵蒂冈是教皇统领的天主教世界的心脏地，也就是说教皇的老窝被端了。这一切发生在1798年，这一切看似不复返，但教皇就奇迹般地找回了他往日的辉煌。大家看这张图，用红色标出来的这个小点就是梵蒂冈，周围黄色地带是罗马城。梵蒂冈就在罗马城中，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1798年，天主教上掉这块宝地，但1729年，天主教枢机主教加斯帕里和意大利的穆索里尼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政府把梵蒂冈拱手交给了天主教，并承认天主教的自治权。至此，这个看似奄奄一息的教皇势力又恢复，又重返世界，恢复了势力，重返宗教政治舞台。那么，墨索里尼与天主教会达成协定的消息，当时一家为圣弗朗西斯科科罗尼克的报纸，1929年2月11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至今还在发行。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当时是怎样报道这一事实的呢？在这份重要的协定上，双方都一致同意在协定里写下一起恢复元气这句话，一起恢复元气这个句子。在这点上，协定双方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大家看，在协定里加上了什么文案？通过这协议，就是要恢复天主教的元气。圣经起诉了十三章的预言，就这样一字不差的成就了。圣经的预言是2000多年后要发生的事，教皇的势力就这样恢复了元气，是吧？那死伤医好了，
全地的人就稀奇地跟从那兽，就是教皇势力。大家知道教皇势力有多大吗？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教皇说一句话，其影响可以波及全世界。教皇其实是推动这个世界的一个暗藏的力量，这些势力要说亵渎的话，有大权柄，可以任意而行长达42个月。这一点我们在单一里7章已经有过交代，说大话，说亵渎的话，就是要与上帝作对，要与上帝平起平坐。得权柄任意而行42个月，是说这小脚死灰复燃后要任意而行42个月，不是说这小脚要死灰复燃后是任意而行42个月。从但以理的角度来看，这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要逼迫上帝的百姓1042个月，也就是126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以后还会讲到。这小脚的势力还有与圣徒征战，而且得了胜。这龙的势力，这蛇的势力不停地向上帝发起攻击，无缘无故地逼迫无辜的圣徒，但最后得胜的还是上帝的百姓。这样的历史反复出现，让我们齐声来读《启示录》13章8节，看13章8节是怎样记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起读好吗？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一点不容我们忽视。这世上的人终究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名字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最终得救的人，一类是屈从于兽的权柄向他敬拜的人，不在此就在彼，没有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中间。我们要从一择一而从，你我究竟要站在哪一边，这就看我们如何选择，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好了，教皇到底有多大势力，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啊？2005年4月3日举行的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我们就可以看到教皇势力有多大。当时为了参加这个葬礼，世界各国的首脑和重要人物全都云集梵蒂冈，是吧？来自全世界的吊唁者排成了长队，这里躺着的不过是一具极其普通的尸体，是吧？行将入土为安的尸体，他一无所知。但大家看，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布什，还有他的夫人老布什、克林顿，还有美国的政客要人，这些世上有权势的人全都双手合拢跪在尸体面前，这就是教皇的势力，是吧？你说他的势力大不大？教皇用这样的势力究竟在干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的后继人正在不折不扣地贯彻着他们要成就的事情。约翰保罗二世死后，接替他的贝内迪托十六世在他的第一次讲演是这样说：我要把教会的统合作为首要的任务。报道这次讲演的新闻这样写道：新任教皇通过演讲强调，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重新统合成为一体。教皇要把这项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做。教会重新统合意味着以前曾经统合过，是吧？所有的教会在1517年马丁路德燃起宗教改革的燎原大火之前，都是在天主教会的管辖之内的。宗教改革使得很多教会从天主教分离出来形成新教，现在教皇要重新整合新教，就是要恢复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会的辉煌。教会不但有统合教会，还要进一步统合所有的宗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领袖。教皇不但要统合宗教，还要统合世界的政治经济，要把整个世界控制在自己的掌心，这是教会势力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但教皇的势力将是挽回心机，因为上帝才是真正的主宰者。这个世界的主权展开的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征战，我们称之为上个世纪的大争斗。
这里有一本最新出版的书，名为《梵蒂冈帝国》的书，就是这本书。这本书有一个副题，很小的一行字，就是梵蒂冈帝国主宰世界的绝对权力。这本书比较详尽地披露了教皇是怎样控制这个世界的，在世界史的每个重要关头背后都有梵蒂冈势力在操纵着。这就是这样描述教皇势力的。在这本书的封底说明是这样写到的啊，封底说明这样写道：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能够有一个让世界俯首称臣，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施展其影响力的超级君主存在，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谜。就这么一个弹丸小国，施展他的宗教力量却能左右世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谜。但圣经已经把答案交给了我们，是吧？圣经在启示录十三章二节到四节已经把教皇势力的权力来自哪儿明确的指了出来，因为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他，撒旦把自己的权柄全都给了谁？给了这个教皇势力。所以说龙，也就是撒旦，把他的势力给了教皇，所以教皇能有这么大的权柄，不是靠自己的实力，也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些都是圣经预言的成就。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预言的慧眼，冷静地看穿这一切，不能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掳掠的人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些看似得逞的教皇势力在世上大发淫威，逼迫上帝的百姓，但他们必定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圣徒需要忍耐和信心，只等到上帝来审判，来伸张公义，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忍耐和信心。那么撒旦在暗处，上帝的百姓在明处，所以总是遭到撒旦的攻击。当我们遭到撒旦的攻击，身处患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这忍耐的力量是来自对上帝的信赖。我们的信仰如同逆水行舟，一时也不能松劲。当我们忍耐到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上帝的大能就会让我们得胜有余，因为上帝眷顾我们，时刻站在我们这一边。刚才那张报纸上，1950年一位墨西哥的天主教神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新教其实缺乏圣经的依据，证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守圣经上的安息日。新教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与耶稣复临安息日会联合，要么与把圣经上的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崇拜的天主教会联合。所以这位神父说的是很尖锐的，这段话很有先见之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新教信徒，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而且留给我们考虑的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就是第一只兽，它的势力触及宗教、政治、经济，可以说无孔不入，全世界都在它的掌控之下。启示录所描述的这只怪兽形象地表现出了教皇势力的嚣张。教皇势力是一个宗教势力，它是没有军队的，现代社会没有军事力量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教皇势力却极具发言权，全世界几乎都听命于他，是吧？为什么他没有军事力量还能有这么大的势力呢？这是因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在为他撑腰，而且这一切的背后是撒旦在操纵着，是吧？所以说美国和梵蒂冈是一丘之貉，这一结果顺理成章，因为圣经已经预言了教皇势力与美国将有联手。起初的十三章出现的第二只兽，起初这只从地中上来的兽像羔一样纯洁，但它后来却说话像龙一样，成了世界上最大强大的国家，且穷兵黩武，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大家想一想，这个国家是不是美国呢？那些在欧洲受尽宗教逼迫、走投无路的新教徒，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蛮荒新大陆，即美洲大陆建立的美国，现在呢，却慢慢的堕落，成为教皇势力的走卒。所以，这个从地上上来的这个势力国家，就是美国，象征美国的。
大家看他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这就是美国的事，为教皇势力要做的一切。圣经已经预言了这一切。那么教皇势力没落后，美国成了基督教的中心，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成了摆布世界的霸权势力。本来教皇与美国是格格不入的，而美国却鬼使神差地成为帮助教皇的势力，是吧？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启示录所预言的这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和他所行的一切，预表从新大陆起的新教国家美国再提前不过了。那么1992年2月24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题目是圣洁的同盟。这两个人是什么时候结成同盟的呢？是1982年在梵蒂冈的图书馆秘密会晤。他们同盟要搞什么呢？两个人握手达成意见上的一致，就是要携手搞垮共产阵营。他们这两个势力为此结成了同盟。教皇为了拯救成千上万在共产社会压制下的天主教徒，为了让美国成为控制世界的霸权势力，教皇势力和美国联手密谋搞垮共产阵营。结果这两个势力联手把欧洲共产阵营搞垮了。后来戈尔巴乔夫不无感慨地回忆说，是教皇改变了共产阵营的历史。自打这次同盟之后，美国开始支持教皇倡导的事情，成为美国成为教皇势力的忠实的走狗。这是韩国中央日报1999年1月28日的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圣路易斯迎接到访的教皇，克林顿教皇说了些什么呢？克林顿不无恭维地说，通过这次访问，希望教皇能够知道我们美国为了贯彻教皇的旨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大家再来看这个照片，布什毕恭毕敬，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站在教皇面前听候教皇发语。大家看这个模样，是吧？很滑稽。当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在教皇面前垂手听命的样子，我们一下子联想到了起诉了13章里预言的两只兽。在不可一世的教皇势力面前，号称世界盟主的美国也表现出这样的卑躬屈膝，这真让人费解。不管局势如何，美国也要看教皇的眼色行事，也要听命于教皇势力。2001年4月21日，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这样报道了美国的变化。1960年，肯尼迪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为了得到新教牧师们的支持，从华盛顿赶到德克萨斯。新教牧师们向新教牧师们保证不会和教皇势力联手。但与此相反，2001年布什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为了得到天主枢机主教的支持，从德克萨斯赶到华盛顿，并向教皇势力保证为教皇势力效命。这就是美国所经历的变化，美国慢慢蜕变成替教皇势力卖命的走卒。那么他俯首听命，那么美国的为教皇势力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呢？首先，启示录13章预言说，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在圣经里，火常用象征圣灵，从天上降下火都是上帝所为，人是无法让火从天降的。如果人为的使火从天而降，想必也是骗局，那邪灵所为。如果说这兽能够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他所行的就是邪灵所为的降神术。撒旦用邪灵来迷惑那些只相信眼目所见为真的人。撒旦赋予这兽邪灵的能耐，让他用这样的能耐来帮助教皇势力。降神术就是一种招灵术，就是让死去的人的灵魂出现，让那些活着的人亲眼看到死去的人，并与他们交通。
美国是现代降神术的鼻祖。在美国，降神术已经不再是什么让人感到稀奇的事情了，是吧？世界到处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撒旦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存在。哥林多前书11:14-15是这样描述撒旦的：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些听命于撒旦的爪牙也是善于装扮自己的，所以他们能让死者装扮成活着，混淆视听，让人们真假难辨。这就是降神术。前不久美国 CNA 电台播放了一则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在洛杉矶居住的一位36岁的女性，在回家路上被坏人绑架，并惨遭杀害，被埋在了野山上。因为没有留下线索，警察的侦破工作也迟迟不进。死者的父亲呢，最后找到降神术师，请他来帮忙。这位降神术师对这位父亲说，犯人正在开着一辆红色的卡车行驶在48号高速公路上，你赶紧联系警察设卡围捕。警察按照降神术师的指点，很快将犯人捉拿归案。CNN电台呢，将这位父亲和降神术师之间的对话录音向全国的观众播放了出去。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通过媒体迅速向全世界的人传播这降神术的威力。大家要警醒，降神术的背后有撒旦的作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炫惑那些只相信眼目所见的人们。起初来说，这第二只兽还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人兽做个像。这些经文解释起来有点复杂，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像一词的原文就是 icon， 这 icon 一词有相像、类似、比拟的意思。哥林多后书4:4说，耶稣本身是上帝的像，耶稣本是上帝的像。像一词是可当名词亦可当动词使用。美国为教皇设立坐像，就是意味着在美国里面会有与兽很相像的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在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以及活动方式内容上都与兽十分相像，所以把这些组织和团体称之为兽的像。其实在美国，这样的组织和团体比比皆是，比如基督教教会联合、信仰和价值观联合、美国的价值观、美国恢复联合、天主教会协议，都是这种性质的教会组织和团体。其中基督教联合的势力最为强大，无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施展着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组织和团体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新教为中心形成的，就是这些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如果没有这些教会团体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所以怀耶伦在《末日事件》中这样写道：这兽的偶像为了把自己的教义强加给对方，甚至会动用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的背后就有那些离经叛道的新教团体在作宠。看来我们对圣经预言的解释是可定可卯的。实际上每当到了大选的季节，这些候选人如果不听从宗教势力的摆布，他们是很难在竞选当中获胜的。所以这些宗教势力呢，已经介入到政治很深的地方。所以你听他们的摆布就让你当选，不听就不让你当选。所以就是推动美国的力量就是基督教保守势力。所以在这里是兽的像。所以美国的政治呢，已经成为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的提线木偶。所以基督教势力本身呢，他也开诚布公地讲他们要介入到政治当中来。所以政治和教会联合在一起，教会势力不断地介入到宗教里来施展他们的影响力。再下来，兽还要让世人在右手上、在额头上受印记。这印记当然和先前出现的那个兽有关。这兽印到底是什么？
在右手或额头上绣这个印记，只要绣了这个印记才能做买卖。这印记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深刻的问题。为了弄清这兽印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弄清这兽，也就是教皇设立的印记是什么。在很多天主教会的文件中，在提及教皇设立时，就会主张教皇有权变更诫命和节期，甚至基督教的教训，耶稣基督的教训。也就是说，他们在强调教皇具有比上帝还大的权柄，他们主张教皇有权改变上帝的话语。在神父书函集这本书中一封1893年6月1日的书信里这样写道：圣经明明教导人们守安息日为圣，但天主教会却不这样。我以神圣教会的权柄废掉安息日，同时命令所有的人守主日，就是第七日的第一日。你们瞧着吧，整个文明世界将遵从天主教的命令，不折不扣地按照我们的命令去行。所以他们守星期日是按照天主教的权威，也就是说教皇设立的印记与敬拜有关联。安息日是上帝所定的向创造主上帝敬拜的日子，这是上帝的印记，而撒旦却把本应归给上帝的敬拜篡夺归己。下面这段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推诿的证据。星期天崇拜是权威的标识，教会的权威高过圣经的权威，安息日的变更就是教会权威的佐证。把圣经上的安息日篡改为星期日崇拜，这是教皇设立的权威的象征。说白了，你参加星期日崇拜就是承认教皇设立的权威。上帝和撒旦的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上帝的爱，爱里没有勉强，没有恐惧。那么撒旦教皇势力将让世间所有的人屈从于他的权柄下，关于这一点我们下节课将细细的分解。怀伦在他的著作《上帝之争》中这样写到的：教会国家的领袖为了让各个阶层的人遵守星期日，会不择手段地说服他们，收买他们，甚至强迫他们。为此政教要联合起来，教会国家联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把星期日崇拜强加给世人，他们要制定星期日休业令，这就是政教联合的目的所在。怀伦接着说，人们会认为上帝向他们发怒是由于他们没有守星期日，为了免去上帝的震怒，他们会格外的强调星期日崇拜，以此来平息上帝的怒气。换句话说，这世界上所有的灾难的发生都有归结于哪儿？就是要归结于那些没有守星期日的人，那些守安息日为圣，星期六去教会的人自然成了人们仇视的对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就要制定一个星期日休业令，强迫人们停业来参加星期日崇拜。而那些不守星期日，在星期日不休息的人就无法生存。那么撒旦就要强迫我们受他的印记，是吧？那么右手象征的是行为，额头象征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认识。所以星期日休业令强迫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不管你是用行为认可还是用思想认可，你只要接受了星期日休业令，在星期日参加星期日崇拜，就意味着你接受了受的印。所以说你不接受撒旦的印，教皇的这个印记，受的印记的话，你就无法生存。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一个决断，是吧？当星期日休业令发布以后，我们不屈从于撒旦的这个强迫的话，摆布的话，我们就无法生存。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我们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所以我们要就有一个非常困难的困境在逼迫我们，也就是说不依靠撒旦就无法生存。在这样的时候，只有那些依靠上帝的人，忍耐到底的人才能最终获胜。所以大家在起诉十三章中，撒旦呢对十诫命呢直接攻击上帝的十诫命。圣经里明明说不要拜偶像，起诉录说这地上的人都要拜那兽，是吧？
自受就是要篡夺本应归给上帝的荣耀，让我们所有的被造物忘记上帝是我们的根本，这时候立了许多的偶像。第三个诫命是不可妄称上帝的名，是吧？但是这个兽呢，在启示录十三章六节说，要大大亵渎上帝的名，啊，要玷污上帝的名。十诫命明明说要守安息日为圣，可是兽却制定星期日休业令，强迫人们星期日崇拜，受兽的印记。所以呢，这完全是撒旦的策略。所有的征战的焦点就是敬拜，是吧？就是要把归给上帝的敬拜啊，撒旦要篡夺下来。所以启示录十三章最后给我们的恰是谜语的问题，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就是666。这是一道很费解的谜语。我在这个现代为现代人翻译的圣经里找到了解开这段圣经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谁能解开这数字就试着解吧。这兽的名字用数字表示，其数就是666。这兽的名字是什么呢？这兽的名字用数字表示就是666。这数字的名字的数字，这名字的数能够用数字来表示，仅仅抓住这一点就能解开这谜团。首先六呢，首先这个数是什么数？是人的数，是吧？首先是人的数。另外这个名字呢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啊。首先我们看七是上帝的数，七七七表示上帝是永远的，是完全的。六是少一个的，是人的数，是不完全的。六六六是永远的不完全，也就是说是人的数是不永恒的，是要变化腐朽的。古代意大的大祭司在占卦的时候就使用的这个占星术的图表，大家看这个图表上的数，这些数的组合不论是从上还是从上到下还是从左到右都是111，加起来就是666。大祭司就是用它来占卦的，也就是这些数是撒旦的数，人的数。现在这道谜语已经交给我们，要我们解开，是吧？那这兽的名字是什么呢？教皇的名字都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就是上帝之子的代理人。这个名字在字典上可以查到，就是 Vicarius Filii。这一句是拉丁语，拉丁语的大部分字母是具有一定的数值的，其中的有些字母呢没有数字的数值，但是大部分都有。所以把这个教皇的称谓 Lucarius Filii 数字化以后，加起来得出的数不多不少，正好是666。这个数的数不是什么条形密码，这些解释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可以数算这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就这样，上帝的预言丝毫不差的成就了。结果呢，善恶之争最令人寒心的就是基督徒之间的同根相煎。那些在上帝的真道上至真不渝的人，要受到那些按人的意志去信上帝的人的逼迫；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倒不会逼迫我们，是吧？是我们是同根相煎，这就是悲剧。那些把持耶稣的真道、至死不渝的圣徒，被称为上帝的渔民，上帝的渔民将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因为上帝的渔民是前进敬拜主的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撒旦想要主宰世界的阴谋才不能得逞。末世撒旦所设立的兽像，如同但以理时代尼布甲尼撒王在杜拉平原设立的金像一样，对那些不拜偶像的人要赶尽杀绝。当人们都倒在金像面前时，就有宁死不愿拜偶像的人，上帝忠实的仆人屹立在众人面前，这会让王恼羞成怒。但这样的人蒙上帝喜悦，无论他们身处何境，无论是狮子坑还是比平时热7倍的火窑，
上帝都愿意与他们同在，是吧？所以那些在末世所有的人都受了兽的印记，守星期的时候守安息日的人就显得很显眼了。那么这些守安息日的人就要冒生命的危险，是吧？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宁死不拜偶像的忠贞的百姓在正道上不肯妥协，不肯退让，所以撒旦的阴谋才不能得逞。这些人自然就成为撒旦的眼中钉、肉中刺。到末时，那些不拜偶像的人又成为撒旦的攻击的目标，撒旦会以死来相要挟。这时信仰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上帝在圣经里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像但以理和他的伙伴一样的榜样。我们要牢牢牢记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我们究竟要得什么？为此我们要舍弃什么？这仗我们要说。但以理的三个伙伴敢冒生命危险拒绝王的命令，他们不屈不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他们被扔进比平时七倍的火窑，但还能活下来。所以我们无论在怎样的患难逼迫当中，都要紧紧的依靠上帝，成为上帝救赎的百姓。